看这是三个耶。 这届完成一穿五一穿六，兄弟们帅不帅？咪西包，咪西一下，太帅啦，橙子哥哥，太帅了。 整俩雷，整一个雷不行，俩雷子弹不够。 还有17名敌人，兄弟们，六倍没拿是吧 ？OK 啦，拿去呗。 这个位置来的是真，我操！人呢？刚才还有一个白裤子呢，一开劲没了。一人呢？他们可是有3D套的。 前一个大局，还有17名敌人，加油！缩圈啦，找方去，兄弟们。 这么多防区随机来一个就行了，占一个就吃鸡了，兄弟们。不慌。 有人打车也要平稳。完了，车胎会被卸这个位置。 这个有点小啊，这个位置有点容不下我呀，兄弟们，这小破仓感觉有点委屈了我了，兄弟们，你们觉得呢？没有我待的地方。 这棚子还四处透风，你知道吧？那里边又太那啥了，被你包围就没了，只能在外边。开车的时候的话，你的车速一定要达到130迈，你按 F， 知道吧？就自动熄火。但是你车速一定要够，知道吧？你不够车速的话是熄不了火。所以说，你到130迈的时候，你按下 F 就可以了。 可以说是非常好用了。
你不相信他们，你还不相信橙子哥呀？橙子哥这么专业，这么专业的玩家，会骗你吗？完了，收圈了，他们都他们还在圈，那么他们就不会冲过来。如果他们不在圈，我就完蛋了，因为他们会那啥的跑毒。你就说你按 F，你熄没熄火就完了，就绝对熄火，没毛病。很人戏了 多么的壮观呀！是不是？这空投群，别拉别拉的。24秒敌人，兄弟们，这把一定吃鸡，位置非常好。完了，怎么还要动车呢？真的，我这个小防御真不好，感觉动不了身，知道吧？南北通透，南北通透，这个房子还挺贵呢。诶，这里边不错。哎呀，简称四面透风，不是人呆。完了，这他们都得过来了，过来就要跟我打。虽然我们是圈儿啊，这边也打我了。啊，这边也打我了，前后都有人了，现在非常完美，马上要死了。只能是风一边打一边了。这就是细节，知道吧？这不直接就变身了是吧，兄弟们？补烟就行了，
来个三个呀！来呀！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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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落了一堆空投，有这玩意儿了，这事儿闹的，这麦田里边有30多个空投补给箱，这不吃鸡没法舔，舔了也没法吃鸡。 给我们造掩体呢，确实，因为还真可以到那麦田的掩体里边。来，他们冲我了，把后边屁股一堵，迎接他们。牛逼，你就过来。 啊！我操！肚里换条裤子，丝毫不慌，兄弟们！哎呀，那不害怕？就这样？ 燃烧瓶烧死一个，我跳不上去了，啪！ 追点！哎呀！
麦田王子，咦，我操，完了，<笑>你不要我了是吧？你别跑啊！哎，在这儿趴着呢，一个火，烟烧片，呜呼，烧到了吧？我操！ 丝毫不慌，直接一个白压上去秒掉他。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麦田王子，直接开车冲到他们面前，一臂他干死一个非常关键。其实我这边一臂他杀了一个三级套，我就已经吃鸡了，知道吧？我就已经不慌了。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是冠军啊！成功完成2连击。 小六的一波关注发弹幕送10个奖品，感谢观看。发弹幕越多，你的中奖几率越大。看精彩操作的同时，送给兄弟们免费的奖品，只要发发弹幕就好了。想提高技术、提高游戏帧数的，加屏幕下边微信啊，兄弟们。 Swing my heart across the line, and my face i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e shall find.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I'm just doing what we're doing. 皮卡多，这把必须杀光，蓝楼都要干光。 可以，两队。哎，这队要跟我 battle 一下是吧？我操，拐了一个，你什么情况？
太可惜了，被银银师也太烦了吧！完全不需要副队长啊！今天这么猛，单打独斗就 OK 了。副队长来不添乱吗？嘟嘟嘟嘟嘟嘟，错！想先把蓝楼冲了，走。红楼感觉在拳击馆那边，蓝楼离我们近一点。脚步嘞，喷子狗，喷子狗，按住左键不出手。没子弹呢。有点凶啊，这来啦，真正的喷子来了，而不是你 SLK 假的。我操！什么情况？哎，用着怎么老看那玩意儿啊？有什么好看的呀？我操！别看了呗。看把哥网络整的。
还三个。 就俩呀，早都不躲那边了，不过也行哈，这样稳健一点。今儿完成落地五杀，我们是 P 卡多霸主了。OK， 包还没填，填包吧，老多包了这里边。 但好像都没有我想要的，我想 DBS。 不要八倍，咱不打狙啊！一喷一步枪。我靠，这马路上有人，好几队。 瞅瞅热闹！有人掉线了。 诚挚买个号，怎么没有人？有人，别急，我要他快点回你。
加屏幕上面这个微信，知道吧？别加，别那个有一个，你应该是私信的那个七店是吧？六店负责这个所有的东西，七店有的时候只负责优化，知道不？你加屏幕上面的微信，进进控，加咱们的六店，给你安排了。我操！我操！一把他们太喷到了。加六店，加六店，你现在加屏幕上面这个微信，他秒回复你。好兄弟，卖了我们个号，然后又想买个号是吧？老客户必须优惠。好，加了一会儿他同意你的话，你就跟他说。只要一个马东西的号有啊，有的。你们加屏幕上看朋友圈，朋友圈啥号都有。目前在场好像有好几十个呢。尊敬重要工头，这把再拿个工头，进下 PP 城，无敌啦！大海边很好很好，哇，这么多浴缸房呢，这四拼浴缸房，快看，我靠，这是天堂吗？看到没？四拼浴缸，直接游吧。那有个船，看到没？妈，直接游得了。错了，游泳的话其实不是很理智。咱们还是去开船。游泳感觉要完蛋了，太远了。其实按如果按速度来说的话，开船有可能更快，因为船的速度是人的很多倍。突然冷静，给我一个美空吧。正好在这个圈边了。狗肉咋配 S 幺八九七？我靠，这圈要往上说了。
我干！不开车了吧？不开车好像也不行。我靠！居然有人等我！我靠！居然有人瞄我！ 这逼开挂了，兄弟们，快跑！有个消音 M72，他开了，背他的柜，快跑！我觉得有人在这等我，想不到啊，想不到啊，人心隔肚皮，想不到啊，想不到啊！ 空投。 走，直接没看到我挺好。 电子竞技不需要视力。哦，打起来了！我靠，他们俩把那一人给杀了，他俩没有挂，我必须把他给嘎了。
AM 是他杀的人吗？他们是这两人队吗？ 这个同样还有一个。OK， 直接拿下，他俩就是上来那个，然后把那个崖边的给干了，知道吧？就他们两个，他俩瞎着没看着我，就那个，他俩为什么有两个三级头啊？他就是我在河边，我连杀逮捕一个，然后那个人的队友，我说有个挂的那个消音 M72， 就是他了。 还有8名敌人，喷子不用丢了，可以把这玩意儿带一个。我们守住我们的大仓就 OK 了，这把。 这个浴缸房不是圈，我们其实也可以找把连狙。说句实话，因为我们有狗闸了，整把连狙没问题。狗闸太猛了，主要是。 这个炮是 1K 联名大炮，怎么样？帅不帅？这个，这有一个战术手套配合的那个黄色的战术手套，没雷，全是烟雾弹。 圆盘上有人，我们要跑毒。小心近点有老六，兄弟们，小心老阴毕业。
上二楼吧。但我一会儿肯定要还要继续跑圈。看不着啊！哎，这儿呢。OK， 这地方是四十二，四名敌人，他的队友一个，然后呢，最多右边是三个人。这枪为什么二十二发子弹？黑骑士加子弹。我操！别跳出来呀！哦，这还有一个。我们不是圈儿，我操，下圈有点难了，兄弟们。下圈八圈，和尚就没化妆了。别眨眼，别呼吸，兄弟们，爬起来了。大家想卖号买号的加屏幕上面微信啊，回复机子卡免费领取一个机子卡的游戏皮肤，兄弟们，来圈圈继续开干，走吧，没背架就行，他们打四个人，像是三个在打一个人。估计马上要指使一个，然后就一 v 三了。他那顶上有俩，果然，顶上有俩，右边有一个，左边一个，大丫的这边是一个，完了，兄弟们。哎，你看指使了，下来了，跳下来了，跳下来两个。好的，上面没人了，打烟儿，打烟儿示弱，兄弟们，打烟儿，他就会冲我。我们在右边，把烟放在左边，这个时候他们就绝对会冲我。别打烟，别呼吸，一 v 三，只要他们冲下来，他们就直接上当了。好。助理换条裤子先，兄弟们一点不慌，我们是什么玩意了？我操，怎么最近有心跳呢？我差点他妈没打过，兄弟们还好，直接一波拉枪，直接完成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十三杀一 v 三世界，我们是什么玩意了？我们是冠军，一点都不慌，先换条裤子去，兄弟们，尿了，哇！帅呀，兄弟们，这边直接一波拉枪带走他们，
大家想免费估价的这边啊，想买个精品护车号的绝版 CDK 加屏幕上面微信想领福利的，回复集资卡就免费给兄弟们送一个游戏里边的皮肤，回复加速器就给兄弟们送一个加速器啊。我们是冠军小六走一步，关注发弹幕还有免费的奖品就能相送。绝对要举报我啊。死不瞑目啊，不过挺节省时间的，几分钟杀九个。直接 P 成 P 成网址，找个小喷子把他们逼成星光啊，收个喷子了，玩五五六的枪打不死人，容易坏事儿，知道不？
Bill 钓鱼啊 被白了，倒着出来的哥们儿，这有人跑了。他队友炸了。哎，还差个头啊！人头呢？一个，两个，那个呢？哦，怎么还有个躺着的？再来电话再落地五杀。是。哦。舒服了呀，吗啡。摔不摔？应该没了吧？咱这喷子那还用说吗？啊，在比赛上喷那些高手也是一喷一个，知道不？OK， 成功拿下六杀 P 城王子，冲往学习王，咱们再干一波，全程钢枪，别眨眼，别呼吸，冲了！
这怎么他妈有一辆车？有人比我找。别着呀，干啥？我操！楼上有一个老阴逼，小马，楼上居然还有一个人，我操！小马，他把小马杀了。建完成一 v 二，本来你知道吗？是他们是四个人，然后楼上呢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干死了俩，连杀带补，我上来把他俩干了。原来这楼顶上有个老阴逼，我靠！但是四团老阴逼知道吧？我靠！他把我转移了这波的伤害，我把他害死了。这一队被两个单人四排的给搅乱了，我估计他就是开车的这个，要不没人会这么开车过来。小马，打工人啊 ，Thank you 啦。小马人在了房顶上好好待着呢，我他妈给人引上去了。我都没听他的脚步，他在上边阴着，你知道吧？连我都不知道他。还有15名敌人，兄弟们，我操，这把是非常的刚啊！一圈之后15个人。我那个空中在天上冒烟儿，我操，这普通空中也拿不了啊！这么牛逼吗？瑟瑟发抖，车帽车炸了，我靠！
有个刷车点，我靠！被人家卸了三个轮，有点缺德呀，马飞，有点缺德呀，马飞，我们赶紧去这边找个车开。 哟呵，这就是天意吗？好吧，先舔了。换轮胎呀、啊！把这轿车的车换到那个刚才那个被卸胎的吉普上面是吧？ 这话说的真好，下回不许再说了。我知道车要炸了呀，但没啥办法呀，人少。 玩单排的时候打孙居啊，还有12名敌人，目前已经单人400，已经是巴萨了。来，这圈我研究一下。 这个车锁不错哈，我们不着急走。这把修车12个人了，他们的位置不会很紧缺的，始终能有一个没人的位置。这车都冒烟了，有没有修复车的工具？修复一下子。 要命啊！啊，干啥呢，兄弟？搁这开车，梗刺梗刺的，直接锁他，还是打笑傲娇呢？送车来了，<笑>摩托车耶，有什么用啊？
这方就有一队，看看那厕所。 厕所刚好盖住，反正刚才桥头这边有一队很猛，就烧我吃的那个。来，就看这个圈怎么说了，兄弟们。OK， 直接炸这个厕所。 然后我们守厕所就完了，兄弟们。操！别眨眼，别呼吸，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OK。 去死吧！来，敢停车就你他妈就烧死你俩！来，救救救！去死！ 我靠，中心点，反正这边有人，他们不用动，山上有人，帮我们架枪的。 七个人，这边俩，这边俩，这也就是说这他，我，这边三个，这边俩，这边一个，三二一，一共剩七个人，我们。
我们算出了六个人。刚才谁说这把吃不了鸡肋了，就差个三级套的，来了。大平原啊，下圈才激烈，但是感觉他们都不敢打我，知道吧？因为他们会互相架枪，他们都在四个高点、三个高点，而我在中间，谁来就会被对面的人架，知道吧？兄弟们，丢雷是丢不过来的，因为丢雷的话要离我很近。哈，干得好呀 ，AWM。惊吓，谁都不敢动我，知道吧？我最安全，但是他们都得互相的去攻击，因为他们要找机会，下去他们完蛋了。哦，这厕所也要跑出来了，我靠！山上也要过来，看弹幕啊！主播，我有不玩的吃鸡账号怎么办呀？这位兄弟，你有不玩的吃鸡账号，你可以加咱们屏幕下面微信啊，帮你回收了啊，传网最高价收号，可以来免费估个价啊。你要是想买的话，加完微信之后看朋友圈，上百种那种批发，任你选择啊。现在回加微信回复机制啊，可以免费的送你一个皮肤啊，就现在这个活动期间才送皮肤，可以先领啊，以后再使用。这位水友，好了，不跟你说了，主播打局外圈了。这个要跑毒。他跑到这个树也没办法，他们这个，他这队是最惨的，因为这队的话会被所有人干。上面这个人感觉有优势，三个人以上，三个人，上七个人，三二二的局。左边把大炮，远点那个人倒了。大狙没到，我操，让他干拉过去了呀，没人管他呀，啊，没人管他。这不合理吧？这让这吉利服拉过去了，剩四个人了，我靠！三人打起来了。迷你家，现在这个情况，一二三，现在就四个人，一二二打五，知道吧？山上俩，这样这个石头一个，然后那五旬那个树一个，加山上两个，没了。他又要跑了，这个逼，这人是大狙啊，这吉利服，而很准。完了，这把难起来了。这个石头感觉啊，他石头也要跑，哈哈，他又要跑毒，这个傻子，这圈儿这么吸过来了，兄弟们。
以后就叫我西川王呗。这怎么跑呀？这么大平原，这他们俩必死。他还跑过去了，哦，大狙倒，等倒了，打倒一个，三杀倒了一个，大狙真准的这大狙。我、哦、来了，跑了，分开跑了。完成一 v 二，现在我还有一 v 二。我操！敢过来吗？来，你俩来，你俩来，丢过来丢雷，来炸我！有俩不牛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看你俩怎么打。来啊！来啊！哎，我不怕了，我咋办？操了！烧不着，烧不着，气老姚，你的屁股长白毛。来，我看你俩到底怎么进圈。带着我们是什么玩了？完成单人四排竞技模式，是啥时间？我们是冠军呐、啊！赶紧来，就喷你！小六走一波，帅呀、啊、这一波，兄弟们！我们是冠军。但想提高游戏内的帧数的啊，加屏幕上面微信，买号卖号找橙子就对了。然后你们现在任何人回复机子卡免费领取皮肤啊，加微信回复啊，我们是冠军。这把挺有意思的，说实话。哎，这个厕所、啊、你看这位置蹲的是真不错。雷炸不到啊，他这个雷是炸不着。他等我很久了，这老六啊，这是。这儿来，这儿来，这个怎么那么像我那个号啊，兄弟们？哎，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号吧？这个是我买我的那个号的老板呀，兄弟们，28000的那个号，老板，这是那个老板啊，排到他了。不过这已经是老板，这就是老板的号，看到没？他这铜面铜眼镜，看到没？就是他，绿头，然后这个卡姿娜妆容，这 T 恤我都记得，是吧？排到他了，因为他也没上去分嘛，他的分也是这样。陆地把他杀了，拿他装备。
These presents don't really come for free. Your paycheck don't mean that much to me. Just take my hand and hold me tight. 兄弟们，把绿毛搞一下，把绿毛搞一下，琪琪，把绿毛搞一下，绿毛号。我今天让你搞，你搞了吗？昨天那个 ？OK。完了，这把有同行抢房子，但是我太快了，他们不敢抢。一枪头，一枪头，橙子哥哥，游戏啊可以，游戏跟你一样菜，想干直播什么建议？跟我一样菜呀，那你可有前途了。我靠，隔窗户打人，真讨厌。木木摸啊摸啊。
打到高一，操！这高二楼下打架，直接摸吧。 这个雷牛不牛逼？防突雷屌不屌？ 知道自己100%被秒了，提前丢雷，这个逼也是个高手，看着啊，被自己雷震的。 操你妈！这里面，我操！就叫我燕子恶鬼吧，牛不牛逼？这边传言，楼上还有，狠不狠？我看好像听到有人说脏话呀！我操，什么情况？ 烟雾头，以后就叫我烟王吧，兄弟们。
30体人了，我操！ 操他妈！这是个头吧？举报一把，管他！别管啊！别，你得管啊！你别管他呢！你得管啊！斗鱼收了藤子，我不是挂。直接拿下！把楼上那逼给忘了，我操！楼上还一个呢。 这是摔倒了，什么意思？这是摔死的，开摩托的，看到他了。 搞不了，这局完成，12杀拿下学区房，兄弟们，见过这么猛的人吗，兄弟们？给铁粉关注啊，想卖号买号的可以加一下屏幕上面的微信啊，咱们自己家的工作室，传网最高价收号啊。 买号看朋友圈有号单啊，可以看一下，什么魔王手套都有。然后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面微信回复机制卡，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皮肤啊，兄弟们，免费的福利可以参与一下。 这人摔死了，摔倒了，然后他没有队友来救，把枪都丢了。 这人太笨了，直接冲网注意点，冲啦！ 我操！这摩托车有病吧！我操！我终于知道那个人怎么摔死的了。这摩托车有毒，事主。我靠！刚才什么情况啊？ 知道他上一个车主是怎么没的了，上个主人是怎么没的了。
很值得拿一下，还有11名敌人，兄弟们加油！ 发没地儿了，有车，怎么现在就不开着不用动？等圈就行了。对面这个甲子户有一队，这车就过来，我估计就去这儿了。这个时候属于这个后期的等圈期，大家可以加加微信啥的啊，加咱们的微信。你们中奖的话，想现在领取的话，也可以加屏幕上面微信领取啊。 为什么画的这么清晰流畅？因为我们有专业的人调试啊。你要想清晰流畅、对枪无延迟的话，也可以加一下屏幕下边微信啊，帮你优化电脑，可以增加个20-30帧数，让你电脑更加流畅啊，都是非常专业的，国内最强啊。 圈了，哎呀，我们感觉我们只能去这儿了，直接冲吧。摩托车到这个围墙，干吧！别炸，别呼吸。本局最危险的操作就是炸这个点。 没听到我，操，连那二层楼了，那别听到我就这样呗，趴在这儿呗，反正有车。 微信发机制卡真送呀！我操，那肯定不是假的呀，好兄弟。这么对吧？不，咱们不说大主播了，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会骗人吗？就加完微信啥也不用干，直接回复机制卡，助理啥也不用，助理啥也不问你，咔嚓，就把 CDK 跟这个兑换方式直接送给你了，知道吧？这我们的活动绝对是真的。 你以为我们是啥呀？你以为我们是骗子啊？
这好像没人啊，这没人吗？你看这车在这儿呢，这还有个包，在里边阴着呢，我估计盖儿都。 哎呦，这圈又要刷！我干！ 感觉这真没人啊，这都没声儿，楼上，楼上他妈一点声儿都没有，兄弟们，安静的有点可怕。哎，五名敌人那边对狙了，别打掩蔽呼吸，开始绝爱圈，车移出来啊！ 一直在对狙，还有四名敌人。 这有四个人，我记得一二三，第四个人呢？一二三，原点一个莫西纳甘。 二三，空投砸脸！我操！我只说了三个人，说圈了。 捡这空投！我操，他们妈三个人一队的。
对，三个人吧。事件完成，单人四排竞技模式16杀吃鸡，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啊，圈圈1v4，拿下本场的冠军。小六赵玉波，帅啊！想过我的点，直接炸倒俩，进来那个直接一个腰射，啪啪啪。大家有想免费估价的兄弟们，想卖号买号的啊，加屏幕上面微信找橙子啊，免费估价传网最高价10号，买号的看朋友圈有成品的皮肤账号，什么魔王手套双马尾绝版皮肤都有啊，然后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面回复机子卡免费可以领取一个皮肤，我们是冠军呀、啊、然后现在发弹幕送10个加速器兄弟们。差点劲儿，兄弟们，已经很棒了。DBS 没那么好找的，最近好在为 Mick 这一把就是浴缸王了。